猫为什么喜欢蹭人？赵一强，职业兽医师。猫咪喜欢蹭人最主要的原因是猫咪的头部有感受器官，当它在人身上蹭来蹭去的时候会留下一种气味，这种气味相当于一种信息的标记，当别的猫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主人或者这件事物是有主的。同时对于发情期的猫咪来说，通过这种气味的信息标记就可以收集到发情配种的信号。另外，猫咪在人类的身上蹭来蹭去的时候，也是在向人类表达自己的爱意，同时释放这些信息素的时候，猫咪脸上也会出现舒适或者幸福的表情。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当猫咪在蹭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积极的去抚摸它，它就非常的享受。因此这也是拉近主人和猫咪感情的一种方式。